妈妈，哎，爱不爱妈妈？爱妈妈。有多爱妈妈呀？爱。什么？谢谢谢妈妈。当然要拍照记录啊，他又不是永远这么无忧无虑。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丑，然后给你2000块钱，你要不要？要啊。为什么呀？我只是长得丑，也不是傻。哎呦我的妈！朋友们，没有的话我可不可以嘲笑你？穷不爆炸，穷我都不下，你要拿我跟猪比，猪都害怕。这一睁开眼我就盼着放假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我都懒得说话。我也是你们很多同学都说你脾气好，是真的吗？是的。为什么啦？你没我脸大，翻脸翻得慢。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两三个吧。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